妙 ，VIP 的感觉。我觉得这种配套，如果你不参加，我没有办法讲的。来，太方便了，我跟你讲，太方便了，你看，世界梦幻，大家都喜欢来的。我觉得这个你们一定来尝试一下。李欣，李三夫，来多个手。来，所有老朋友，现在已经刚刚进入了，手续全部办完了，全部都是很 normal， 跟平常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是太厉害了，给大家看了一下，我们是贵宾，有贵宾带着我们走，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简单，专人哦，专人服侍你，不是我而已哦。每位贵宾如果参加这个团啊，这个豪华的房间，都有一个人 service 你，我觉得这个太棒。来来来来，看我们看我们怎么走，没有，哎，你看。好，thank you。 哎，不是我而已哦，其实别人都是一样哦，都是有人服务。因为什么？你们这个叫做什么贵宾的，豪华的。那这个豪华，我觉得，哎，又不贵哦。我讲坦白讲，又不贵。我觉得真的，一进来就有好像大老板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人服侍在旁边带来带去，连电梯都有人顾。连带位都有人顾，什么都你都不用烦，啊，也不用去排队什么，就是有，我觉得物有所值，真的物有所值，专人带到你的房间，还有跟你包冲凉，哎，没有包冲凉，所以你要什么都是，等一下他一一介绍，所以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比较不一样，吃也不一样，看也不一样，整个就是贵宾，不用跟人家挤，不用跟人家什么都是。所以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贵宾室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以测安全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还是要量体温，有没有？啊，非常容易。对，这边好，再过一关就是你只要这样放就。只要你有一卡在手。无论你去到哪里都不需要付钱，餐厅你要付钱的，对不对？你不用，而且这张卡是全游轮里面你要喝酒都是免费的，而且更重要，你这一张卡，你想吃什么，你这样刷了，叮就走。如果真的他们要你付钱，你来找我，免费跟你付钱。这个房间我还没有看到，真的我没有看到这个房间。我觉得房间我蛮期待。17088，换啦，就简直是可以看到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房间。所以你说一个人800多块，你觉得值得不值得？我觉得这个平常的时候，这一艘轮这个房间，一个人没有1500块，你休想住这个房间。你看多么爽，有没有？躺下去，哇，真的太舒服了。哎，这个金卡一个人才800多块而已嘞，一个人才800多块，而且免享用酒啦，哦，你吃哪里都免费。很硬嘞，他妈的！这个是，哇，啊，笑哎，那个，他妈的，我还不知道，把你叫做问你。所以我敢担保，我推荐的都是非常稳的。你们要询问电话8218-0225，8218-0225啦，是我大力推荐。